Okay. Huh? Oh. <笑>弹药用完了，也不完全是啊，还有绳索剑，不过也没什么用就是了。为什么要救我？ 没办法，我就爱管闲事。大哥说，我这是病，得治。<笑>哎，你砸的那下还挺管用的。我想起来，那里好像是他们的弱点。是吗？这倒是头一次听说。随着紫雾沿着季风带扩散。 我们的研究都赶不上物种变异的速度了，你们是军队吗？竖起你的耳朵听好了，<笑>我们追风部队，天空里最自由的猎手。<笑>哦，对了，你那副外骨骼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也有类似的东西。 不过型号救了一点，我们还是先想办法离开这里吧。啊，也是啊，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。这地方似乎会屏蔽通讯信号，看起来呼叫增援是不太可能了。我们要想办法到地面上去，还要避开盖洛斯。 我叫冰贼星，大家都叫我唐星。<笑>嗯，瑞，艾达斯。嗯，这样就算互相认识了。啊，太好了！这里有个终端。 有定型资料，还好不是分子盘系统加密的，这就好办了。这里交给我吧。下载真慢了，让我来看看缓存碎片里有什么好东西吧。这可不是好习惯。 没事儿，这种工业终端里能有什么呀？你确定？你这人真没意思，找点乐子嘛。<笑>